注意一下画这个花头。先画中间，然后画外边的颜色稍微重一些，稍微浓一点。然后拿重一点这个胭脂，去把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稍微衬一下。这个花画完以后，拿这个藤黄调花青，然后稍微调点赭石，调一个颜色，画一下这个花托。然后把这个枝画一下，然后调更多的赭石，把另外一组枝画一下。
几个花苞稍微画一下。然后趁湿把这个红点进去，这个汁化完以后，拿这个朱标去把它这个枝上这些刺儿画出来。刚长出来这个刺儿比较嫩，所以说拿一点这个红一点的颜色去画一下。然后开始画叶子，拿藤黄调一个花青，让它的花青稍微多一些。先画这几个大叶子。注意一下叶子这个走势。画的时候要裹锋出笔，不要锋太明显。让它叶子尽量稍微圆一些。这块再来一组。然后嫩一点这个枝叶可以拿，让它这个黄稍微多一些。这画完以后，拿重墨把这个叶筋勾一下。
勾月经一定要趁湿，让它跟这个颜色融合到一块儿。像一些这个嫩叶就可以勾一个就可以了，不用勾那么多。然后勾完以后，因为它这个月季花这个叶子呀，本身带刺儿。所以说，我们把这个外边这块可以拿小笔去点一下。这个嫩一点的叶子我们就不点了，然后拿这个。稍微重一点这个绿，把这个花托底部这个颜色，再找一层。